什么是符合三 R 一 D 标准的绿色包装？这一个呢，其实它是一个，只要我们用一秒的部分，它就可以组装起来。它是一个大概放饮料的杯架。藏在瓶子底下的种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生种所有的树木里面呢，哪一个吸二氧化碳量最高？78公斤，相思木是台湾所有树木里面等于说排名第二名的。绿沙龙又是一种什么概念？啊，我们的店啊会做这个植树墙，哎，这也是这个在这个绿沙龙的这个课题里面。那因为从这里面呢，就发现说，哎，那我们可以做的更多。绿色包装的风潮已经慢慢进入到你我的生活中。而瓶中信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，但瓶中树的故事或许就有人不知道了。每个星期天晚上8点，绿色幸福学，让我们一起学幸福。